来吧，看一下我们这一波可以烧到多少。它已经满到画面塞不下了，太满了吧！哇，还在爆烟火型，继续爆！哇塞，超满超满超满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鬼鬼，今天来玩的是 Crash Fever。其实这个游戏我在最一开始的时候，在日版的时候就有玩过了，我算是一个超级古老玩家。那这次呢，是因为台湾版两周年有一个特别活动，对，这游戏在台湾有一个自己的版本。那这一次呢，是受到日本的游戏公司 Wonder Planet Do 有没有很日式的发音呢？受到他的邀请呢，来跟大家介绍这两周年到底有什么新活动，然后还有这游戏到底是怎么玩的。好的，我们来到了战斗画面哦。这个游戏呢，它其实是非常近未来的这种科技风格。那这个玩法呢，总共有四个颜色加新珠。那这边呢，我们只要画面点上去，你就把看到哪一个粘的最多，就把它点下去就对了。这一手就可以玩哦。这边看起来最多，点下去。好，这只要消除这个每一个都会有增加伤害。那新珠则是补血。那这边连到如果有六个以上呢，你可以看到多一个脸的那个猪猪，对不对？那个叫做吸猪，也就是它会发动技能。我们把这个大颗的按下去好了，大颗的，然后它就会发动我们这个角色的技能。那刚好它有一个被动能力是会跑出一个炸弹，炸弹又会爆炸，那会不会炸掉更多的这个珠子？很厉害。那这每一回合它都会角色都会切换，这边只要派出三只，然后一只是好友的。那这边如果你选择消除的是跟你的属性一样的，那伤害就会提升。好，那但是有时候没办法这么多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消一些杂珠，让它把属性都粘在一起会更好。那当然尽量就是把越多越多的这个颜色珠一起消，这样才会造成最大的伤害。那这游戏一样是可以存技能的，你可以看到敌人呢还有一回合才攻击，但如果你觉得他的攻击力没那么高，你这一回合可以打个酱油，你可以随便乱消，或是直接 turn skip， 可以直接跳过下一回合。那这边我还是会把杂珠把它消一消。好，这样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的黄色珠子越来越多了，累积越来越多了。那背景是一只企鹅，好好笑。好，来啊，继续第三回合。这边呢，每个角色也有主动技哦。这只快存好了。OK， 黄珠那么多，我们就来一次消11颗。你们看到每一个角色那个技能都一直发动，因为我们刚刚制造好多好多个 C 珠，所以这个就是一次的爆发。没有，你看到爆发的时候还会角色还出现讲话，很帅，他的那个战斗演出很华丽。好的，第四关，那这边又轮一轮的回来了，又换回我的三太子了。好，哪吒再来继续，这个珠好散哦，这么散我们只能打酱油咯。这里消掉。OK， 这个伤害非常高，没有问题。好，我们那个发动那个 C 珠，它就是一个通常都是这种大量的伤害，都攻击型的比较多，当然有一些防御型的也有，治疗型的都有。那看他角色类型是怎么样，跟他的技能有什么不同。那这边呢，我们技能可以用了万光化莲火尖枪，这个很强哦，这是这个黄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能，可以有十个黄爆弹，而且是大颗的，它有分大小。那再来就是黄珠的这个大幅强化，还有出现率大提升，那还会有几率掉出炸弹 C 珠，怎么到底很复杂，对不对？直接看下去就知道到底是怎么样了。来吧，火尖枪，你看到超多黄珠，超多黄珠，这个一炸下去就整版炸光光哦。那这边技能不只可以开一个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可以开，这是我们另外一个角色，它可以把黄跟伤害珠变成 C 珠大颗的。然后呢，还可以把蓝珠有机会变成自身吸珠。总之，它也是把黄珠一直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。来吧，这就是黄队的一个转板技能。再开，超多，这个好满啊！来看一下这个到底连了多少颗，好不好？哇，好帅啊！来，这边连的有多少？太多了，我看不到。24个，这一波24个，然后还爆炸。然后再爆炸，然后再爆炸，再爆炸，再爆炸，这就是炸弹珠。然后你可以看到落下来的也都是黄珠，这有一个加的就是强化珠哦。继续，这边29，越消越多，很狂。那这每一次呢，通常你只能点三下，点三下，但是有的技能呢可以增加你的点击数。你可以看到左下角有一个 tape count， 就
是你的数量计算。那这边呢，再来一波22。你知道这每消一个猪就是会有一个伤害提升，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技术，我这边已经消了，应该会超过200哦。嘣，再嘣，再爆炸，烟火般的爆炸，超华丽，204，超夸张，超夸张，好不好？我们这边就会连打204下，有没有很帅？你看每个角色一直出来，一直出来，因为他们放了好多次技能，对，这个战斗非常的爽快，超多下打不完啊。200多下打到什么时候？超强，只是他的战斗的方式没有很有趣，超帅的。那这次两周年有非常多的活动，然后还有多了两位专属的新角色，就是哪吒跟杨戬啦。今天我们就主要以哪吒来体验试玩。那再来呢，他还会多了很多图灵、法拉第、亨佩尔、薛丁格、麒麟、宙斯，他们都会穿上中国风的服装。没有错，这一次呢，为了这个台湾版本呢，他做了很多中国风的角色出现哦。那前阵子还推出一个台湾的马祖神，哇，这也太台湾化了吧！专门为台湾做出这个角色，很帅哦。可是马祖穿那么少，会不会遭天谴啊？这样不妙吧？到时候也会开放两周年特别活动的转蛋机，转蛋 A 有哪吒、李铁拐和仙姑，八线角色也有。那转蛋 B 则是杨戬、吕洞宾跟韩湘子。那另外就是两周年的中华 Fever 祭典 AB， 超多的中国风的角色都会在四个这个转蛋机中出现。那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帮他试抽看一看，不过呢，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抽卡的画面是长什么样子的。噔噔，它是一个这个科技的球球，就是一个蛋，按下去。但会跑出什么呢？我看到彩虹色的光，彩虹色的光看起来很猛，我吐了好多颗。哦，彩虹色的，这最稀有的啊，两颗哎，这十颗里面有两颗，哇，好可爱哦，猫咪超级稀有。我这次十连抽不晓得欧不欧哎，不过到时候这个活动转蛋机呢，应该会更好抽啦。好，我们这边再来挑战一个比较困难的关卡，我们想把技能全开给大家看，那个到底是多夸张的强哦。好，来先存一下技能。好，我们技能存的差不多了。这边除了一般的 CG 之外呢，右下角还有特别模式叫做 Fever， 这个呢你要一开始就使用哦。来吧，这叫存怒气值的感觉，放下去。来，这个呢要快速的按下画面的猪猪，这按下就代表消除，所以你要按到那个吸猪会比较好，尤其是那个彩虹的那个会大爆炸一次。哦，169。这就等于你在版面上消169的这个猪猪，所以这是一个大爆发的模式，而且可以让你的版面做一个变换。如果你遇到的版面太难消除之类，可以用这个方式来重置一次。来了，大 boss！ 那这边我们要开所有的技能哦。这个呢，除了增加黄色爆弹珠之外，还可以增加点击数。你可以看到发动这个之后呢，我们的点击数会增加两次。你可以看到我这一回合就可以点五次，它很强哦。再来继续马祖的技能加下去，它会吸收，然后会把整版转成黄珠，超多超满，这个就整个大转版只剩下新珠跟黄珠，超狂的。那再来这个还是要开，虽然再开太多好像有点太夸张，但是我们就来开给大家看，整版都是黄珠，一次一大堆，一大坨，还有一大堆炸弹。好，这其实有把马祖的技能马挤掉了。来看一下这一连有多少，40个，这一发就40个。来吧，看一下我们这一波可以消到多少。它已经满到画面塞不下了，太满了吧？哇，还在爆烟火型，继续爆哦！哇塞，超满！哇、哦，还有爆不完呢！什么时候才轮到我啊？哎，这个太夸张了，这已经连爆成这样子。好。我们真的 Fever 的太直接急到满，我们现在只点了一次就存了198的这个连击数了。再来这个28，看一下多可怕，哇，没了。好，这个没有爆炸， OK。 再来，我们刚刚那一波真是太夸张了。好，第三次点击，哇，大爆炸，他要点到那个大颗吸珠之后有炸弹珠。再来这一波30几个，哇塞，整个版面又不见了，最后一下，对，我们点了好几下哦。再来，那这边呢，其实我们可以在途中可以再开技哦，这边也稍微开一下吧，看一下它画面上有没有比较好看啊。哎 ，OK， 连的刚刚好，30个，
下去，然后顺便让炸弹珠一直爆爆再爆，420，这一波我们连了420个珠，太夸张太夸张，好痛哦！哇，你看我那个技能一直连发，不晓得到底发动了几次的技能，超痛！你看到我们马祖一直神威，一直怒，一直怒，一直怒，一直轰，一直轰，一直轰。太夸张啦，一直天打雷劈啊，好强哦，我天啊，超猛，一次秒杀，这是这个在最后期这个很爽快的一个战斗方式哦。好啦，那就是我们今天 Crash Fever 的一个试玩介绍啦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我觉得它的音乐真的很好听，很动感，这种近未来的科技风很赞。那它游戏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，然后非常容易上手。那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趁这个两周年的时候来入坑，会有一些新角色可以抽哦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会，大家拜拜。